黑玉米今天开始采摘了。嫂子，来弄个玉米，给咱们老乡们看看咱们黑玉米咋样。弄真的，有没有喜欢吃黑玉米老乡？姐妹们，我都跟你们说了好几遍了，咱家这一款玉米不是染色的，你们就不信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道玉米里面呢有满满的花青素，它是营养价值是普通玉米的好几倍，而且口感呢软糯香甜，喜欢吃的来我伯伯家哦。